七龙珠超 WCF 第三弹，这也算是老物了。孙悟天，这动作是发龟派气功的样子。脸部表情加上整体都做得不错。超级赛亚人不入悟空，这只也有出现在前阵子发售的悟空的大全套里面的其中一只，就是这一只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超级赛亚人不入达尔，表情 David 个人相当的喜欢。David 最喜欢这种达尔非常有自信的表情。整个涂装非常的有水准，颜色搭配的也非常的好看。超级赛亚人小特兰克斯，这只涂装上非常的鲜艳之外，超级赛亚人的头发也非常的到位，最主要这个单手发气功的样子，加上他这脸部表情，真的非常的帅。占卜婆婆，这七龙珠漫画早期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，角色也算是相当的吃重。整体也是做得相当的好，坐在他的水晶球上面，然后巫婆帽，脸部表情，孙悟饭，领养悟空的爷爷，现在已经当天使去了。这一只是第一次出现在 WCF 上面，所以相当的经典角色，整个涂装也是走一个非常鲜艳的样子，脸部的表情非常慈祥和蔼的样子，相当棒的一只 WCF。 这一套 Debbie 会回头追，最主要就是因为里面的占卜婆婆和孙悟饭爷爷这两只，如果在外面单买的话，价钱其实都不太漂亮，那就干脆收一整套。因为这套算是老物 ，David 也不再评价，只是 David 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占卜婆婆跟孙悟饭爷爷，而且这也是孙悟饭爷爷第一次出现在 WCF 上面，所以。感觉如果不买的话，后面可能又会更贵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